这个就是秀龙潭了。是啊，发现包括上一个收容楼，都到这个秀龙潭这个地方。山水非常清啊，非常漂亮。上面有一个是黑龙潭，上去看一看啊。看这个潭，黑龙潭很深，这个潭是啊，在这上面可以看到整个一下就黑了一下。这就是黑龙潭了，全景了。下边是个挖进去的地方，远处看不大，走近了一看，实则是不小啊，而且还很深呢，相当深啊。这个潭，好家伙，哎，多深！大山深处有人家呀。这可能就是放羊人在这放羊时候临时搭的住所。看看这个小田鼠，这是山里的小精灵啊，跑。咦，往这儿跑，往这儿跑。耶，往哪儿跑？哎，钻在这里了，钻在这里了。看，这花漂亮。碧波荡漾，
的上游。在上面有一个是叫黄龙潭，潭更大，更好看。马上就快到黄龙潭了，路也越来越险了，但景色也很漂亮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个坍塌的像半个洞一样的一辆台，在上边呢，坍塌的。这个就是黄龙潭吗？这个就是黄龙潭，好漂亮。这个崖边明显的就是落差很大，深度。上面什么样的？来到黄龙潭上面了，这个瀑布上面，现在是枯水期，水流都不是很大。又是个河道，哎，我们看看这崖壁，就在那儿，我们得绕一圈。